宋女士，没有家属陪您来吗？嗯，没有，我只是来拿检查报告的。有什么你可以直接跟我说。宋女士，您的情况不太好。医生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根据报告显示，您得了肝癌晚期。 根据我的判断，做化疗的话，估计能撑一年。我会给你开点药，看能不能遏制下癌细胞的扩散。赶紧准备住院手续吧。那我最后还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我们景年啊。您国民老公的称号已经有好几年了，您结婚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吧？7个月零12天。哇！ 不愧是我们的国民老公啊，哪一天结婚的，在他心里都记得清清楚楚的。那您计划什么时候转型当个国民爸爸呢？您的意思是生宝宝吗？当然了。这个目前我还没有。是乔伊暂时没有这方面的计划吗？乔伊很想要宝宝，但是我。喂，青色，我这里结束了，一会儿过去接你。你不用来接我了。对了，你那个报告结果怎么样？没事儿，就是有点低血糖。低血糖？平时也没听你说你有这毛病啊。没事儿，就是小毛病，吃点药就好了。那行，那你自己小心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先挂了。